哇，今天太阳好刺眼呀！趁今天天气好，就把那边厨房给打扫出来。等我等，看看。这个风好大呀，小心在屋里陪儿子睡觉。先从这个院子开始收拾走吧。这些草全都干了，可以用来引火。这个锄头还是不合常，用刀来。一恒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爸爸在干嘛。走了，灰灰探探，还在打架。俊，你在干嘛？把这个院子收出来呀、啊，全都是草，你看，地铺上都是这个。儿子醒了。对，他睡醒了。一恒，快来跟爸爸干活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好热啊！对呀、啊，感觉像六月一样。
厉害，厉害。干活干累了，放一半儿。你啊，你也摸，你不摸。握手，嗯，真乖。来，给他的衣服穿上。啊！把这个粉给打扰出来。来，这样，这样接电话，给我玩一下。哦，真棒，真棒！小琴，等我们过去。好的，来抱抱呗。对啊，再过几分钟就把这个院子全部收拾出来了。一会儿想吃什么？我们过年不是去那里腊肉吗？我们炒个腊肉吧。好。哎呀。今天是我们收拾院子的第一天，不知道多久才能收拾出来。妹妹都8个月了，我都快怀不动她了。最近是2个月。现在该做饭了吧？好，我现在就来做。发现什么了，燕？明天早上我得去把那个水晶洗一下，那个泥尘太重了。那水够不够？最近没有什么水了。
怎么了嘛？小孩子吃我的饭。他刚刚吃过了，现在还要吃。要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他叫你多玩。哈哈哈哈哈！嗯，要吃啊，宝宝了。